怎么学好即兴伴奏？即兴伴奏你就首先你要熟悉键盘，对，熟悉这个怎么讲，熟悉那个，对，熟悉键盘，然后钢琴的基础要打好，然后呢就是还是你要学习一些和声学，和声进行，然后摸手，然后培养听感。培养听感，然后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吐的太搞笑了。然后那个，就培养听感，就是你一听什么歌，一听到那首歌那个曲子，哎，你就可以听出它是什么进行，然后它是什么进行啊，几级和弦啊，就直接听，基本上就听一两遍就要把它，你就听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听觉，然后熟悉到键盘，把它运用下去。比如说现在随便哼一个旋律，比如说，哒哒哒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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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的。咪发西哆西嗦，咪发咪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要熟悉了之后，你就可以运用出来。比如还有就是，比如再哼旋律，就是，比如唱啊，比如说我唱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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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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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随便唱的，哎，我也记不住。比如说，我唱哒哒哒，那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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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然后你还可以衍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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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可以配别的和弦，比如说根据你的听感来，还有就是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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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和声进行，然后去构思不同的旋律、不同的主题，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。当然，这不是什么即兴创作，这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北京外面是挺冷的，但是屋里还挺暖和的。对，听过等于掌握，收藏我会了，去我收藏夹里吃回去吧。没有种，大家下次，下次，大家想跟我干什么呢？我弹琴趴也完成了，对吧？今天播到十点，今天播到十点，看你的手机左上角。先办嘛，先办太晚了，大家有些要学习了，该睡觉了，对吧？大家不是该睡觉了吗？那明天要早起工作的，还有星期六加班的。
年放假。来，再给大家即兴来一段。晚上睡觉的可以听的啊。等一下，哎呀，给我都弹困了，嗨呀！果然是催眠神曲。OK， 然后那大家，我感觉我的色调突然变黄了呢，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觉？那今天就播到这里了，大家晚安，来早点睡吧。嗯，拜拜，早点睡吧，拜拜。晚安，晚安。